救命！哦，这里有两个军官，难道是被 SCP 新的怪物咬死的吗？这个不会马上有东西过来吧？哟，各位亲小伙伴，欢迎收看小福相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就来玩你们最喜欢的故事模拟器。这次故事模拟器的主题是51区，看到没有？这是51区的一个测试版本啊。所以说会相对来说短一点，但也不是那么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到底有多可怕。嗯，我在直播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啊，但是直播的时候运气好，并没有玩到这个终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很多小伙伴没有看到这个直播的画面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再来录一期。首先，我们会跟着他们进入这个房子里。因为51区是进不去的，我们要从这个房子里的一个秘密通道潜进去，这里面会有一个怪物，你们看一下，到时候看一下这怪物恐不恐怖，很有可能把我们抓走，很有可能我们今天没有玩到最后，因为这怪物实在太凶残了。我们等待一下这个门打开。 OK， 门打开之后这边有一个通道，现在只有四个小伙伴了，我就直接下去了。啊哦，只有四个小伙伴了，天哪。来来来来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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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往这边走，往洞的深处走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出口，但是这个出口是被锁上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需要一把锁，需要一把锁，也就是说我们回去要找一把锁，一把钥匙来打开这个门。这个钥匙会在哪里？这是一个随机的点啊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钥匙在哪里。很有可能在这边或者另外一边的。哎，找到一个钳子啊！找到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锁给打开了。居然不是钥匙，用硬撬的方法把它给撬开了。好，给我点开来。OK， 现在正式进入51区。哦，还是有点惊人的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别掉下去！哇，这个地方掉下去那就是太尴尬了。现在有四个小伙伴哦，好像看到一道光。哎，下水道吗？来了，往这边走，会发生什么 ？Oh my god！ 哎，卡住了，是有什么动画片吗？啊，有两个巡逻的军官。然后他说前面是有一个密码门，我们需要打开它。等这个军官过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来吧。好的，这边有个门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需要点开一个电脑，那么这边电脑看一下，点开的这个不是，那么这边有吗？这边点下这个，哎，好像点开了，密码是4312，快点去解锁，快点去解锁4312，然后这个门是不是就会打开了？我们得当心点啊。然后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？前方高能怪物可能马上出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把这个电闸拉了下来，然后呢？哦哦，救命！哦，这里有两个军官，难道是被 SCP 新的怪物咬死的吗？这个不会马上有东西过来吧？天哪 ！Oh my god！ 润，他让我们快跑，他让我们快跑，不是吧？真的是往这里跑吗？完了，完了，那怪物已经来了，救命啊！现在怎么跑啊？哇！我刚刚好像看到怪物已经把一个小伙伴咬死了，你们可千万别跳下这洞里，跳下这洞里就得死。Oh my god， 他好像还没有过来，我不敢过去啊。等时间结束好吧，我们先等时间结束。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怪物，一个小伙伴已经被咬死了，但他好像没有过来。哇，千万不要跳下这洞啊！直播的时候我跳下这洞就直接死掉了。还没有结束吗？我们现在不能过去。太吓人了吧！哇、哦，啊，他来了！哦，结束了，刚看到有个影子，看到没有？一下子结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回到刚刚的地方，要找到一个新的地方离开。来，跟着我往这边走，看到没有？要打开这个地方通道。那么我们需要找一个螺丝刀，我找一下，应该在这附近。螺丝刀。在这里我找到了，很黑啊，
很黑，因为我已经玩过一遍了，所以说我知道这个流程，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刚刚就已经被那怪物咬死了。找到螺丝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可以出去啦。我说的出去并不是离开五行区哦，是到达外面一个仓库。哎，这么黑啊。来了来了来了。 Oh my god, nice。 这个仓库里面会什么情况？这个门后面难道有刚刚的怪物吗？看一下哦，在哪里？诶，千万别掉下去，可千万别掉下去，那个怪物，诶，这人怎么在推着我走？哇哦，哇，好惊险。你们确定你们要下去吗？你们确定你们要下去吗？那怪物可能很快就上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不敢下去，那怪物感觉在门背后。有没有动静？现在等待一下，我在上面不敢走，不敢下去。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可怕的哦。听到声音了没有？在哪里？哦，那怪物在下面，把两个小伙伴咬死了，现在只活着我一个人，看到没有那怪物？哦，他还不会上来，应该不会上来吧，就在下面。呜、哦，很黑哦。哎，太吓人了，我们就在上面站着，千万不能下去，还是等待一下。我说过这是第一部分，还算简单，不是特别难，千万别让这怪物上来，上来的话我们就完蛋了，而且他跑的速度肯定比我们快。在哪里？应该还在我们脚底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在这里，还在这块，还在我鼠标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卡在这里，千万别下去。哦，他到我们脚底下了吗？他好像改了一个位置。哦，门开了，什么意思？吓我一跳。过关了吗 ？Everybody get down， 结束了。啊，我就说过这个第一部分还是非常的，哇！2019年10月1日 ，Part One 过关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这故事模拟器就玩到这里了。各位喜欢这故事模拟器，记得给小飞象点赞，在下视频下方评论。那么这个51区，如果 Part Two 一出来，我们就会做的。那么让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